观展今天开幕，古迹新色潮汐金。欢迎光临，众家美女一字排开，美腿笑容，毫无疑问就是要吸引宅男。台北电玩展今天展开，台湾索尼娱乐寄出美女牌抢人气，展出期间会有可爱的妹妹帮你介绍商品，像是针对农历年前台湾抢先日本推出的红色和蓝色的 PS3 新色主机，售价8880元，但是展场只有展示不能预购。另外还有 PS Vita 掌上游戏机推出 WiFi 银色新款式，鲜亮的颜色肯定能吸引不少人，但要到2月28号才能买得到。除了有新色主机外，游戏更是电玩展的重点，像是很受欢迎由动漫改编的《海贼无双》剧作《海贼无双2》即将推出中文化，让玩家玩起来更加的顺手，而且续作内里面的角色都有新的必杀技，增加游戏的丰富性。另外线上游戏业者也抢攻过年无聊商机，纷纷推出了多款新游戏上线，像是以布袋戏为故事主角所开发的《霹雳神州》免费线上游戏，可以化身经典的角色和各路英雄一起对战，以及日前宣布进军台湾的白俄罗斯游戏大厂 Wargaming.net力推全新繁体中文版的免费线上游戏《战车世界》，让玩家体验装甲坦克战斗的乐趣。过年怕无聊，不如先去电玩展体验新游戏再下手吧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